不见了？因为我去找我女儿那个那个公司的折寿号，去顺便去找一下我的地址在哪里。你还有没有在吗？后来看到我地址不见掉了，所以我就很担心，我就是来这边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像你现在报了警了？报警了。然后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吗？现在是想我们想脱离关系，想他们这些债主不要来骚扰我们，是不是？哦，你本身现在做什么工作？现在我做沙画厂，在沙画里面做画东西的。你还有办法还这么多钱吗？没有，就是没有办法，所以我还是来这边弄点解决这个问题了。因为我只是够补贴家用，其他的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还。